哎咻！哇，今天下雪、欸！哇，地上的花花草草成熟了，冬天的作物成熟了，都采一采。其实我要为那个明年的要展示的工艺品努力，有没有？明年要展示这些东西。现在才几月，明年展示要等多久？啊，超好笑的！哎，明年要展示东西啊，要等很久哎。那个很努力哎，你看现在就在准备，没有像我这么认真的人的啦。为了明年的节庆，今年就在准备，一定要干掉岳父大人。那个爸爸，我今年、明年不是今年，我一定会干掉你。你们说要买钓竿，我就买一根钓竿来。哎咻哎咻，钓竿我来了，我来光顾你了啦！一斤钓竿，没问题呀、啊，最强的钓竿，很强，很棒棒。把这个拿下来，装在上面，还有钓钩，都装上去。等下钓钩可以用几次？不知道，我们来钓。哎，真的不太会动嘞，是这一条鱼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？哦呦，钓到海参嘞！钓到一条海参，有点恐怖。钓鱼变得简单了、欸，沙丁鱼。我一直在海边钓鱼，我是要钓什么？我为了钓什么？西非和这个不是啊，这个应该是河鱼。我是为了鲷鱼和星鳗吗？鲟鱼、木曜鱼、鬼鱼，不是不是，我是为了钓这个鱿鱼。为了钓鱿鱼，可是他说要晚上才钓得到，没关系，我先练练我的技术。哎，上钩了！你看他真的会自己跑了、欸，又是海参呢，新的海参，新星级的海参，是吃下去真的没问题，是不是？沙丁鱼没事，吃下去好了。没有要捐吗？嗯，直接生吃，沙西米，哇沙米，来，哦这只，什么东西？鱿鱼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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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神经病，上钩了哈！哇，没有问题啦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在这，解任务，来，你做到了，不错，真不错，我很震撼。冬季很适合拿出老钓竿钓鱼，不是吗？我很震撼。啊，会罢了哦，你承认我的才华了哦，你承认了哦。真正的钓者必须懂得尊重水，这一点不要忘了。好了，我要回家睡觉了。回家睡觉了。嗯，终于结束这个鱿鱼任务了，我可以不用在海边钓鱼了，我去其他地方钓鱼。趁着我们现在是钓鱼王，有没有？我就把今年一口气都钓完。是的，哎，什么声音？刚刚那是什么声音？咻，有飞机飞过哎！哎，飞机飞过哎！晚上的时候出现爆炸。
发生什么事情了 ？B B 在哪里 ？B 你怎么不见了 ？B 哦 ，B 在这里。他说什么东西？哦，没事就好，人没事就好。啊哈哈哈，他喜欢哈哈。我总是忘记带吃的出门，要等你吃的。你等你花好了，你喜欢吃。你怎么知道我饿了？这看起来很好吃。哎，我吃了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我获得了，找到一颗星星。什么干干？你拥有最大能量了。哎，我有想送给你水果，象征我对你的爱。哦，那个是艾比送给我的水果。我的最大能量值上升了。艾比，你人太好了，我好爱你哟。艾比给我神奇的水果。我好爱你哦，亲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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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棒了！而且我们的杆杆是什么东西？我忘记我什么东西取名叫杆杆呢？我把什么取名叫杆杆？哦，我最喜欢的东西是杆杆哦，所以那个叫杆杆。我最喜欢的东西是杆杆，所以他把那个取名叫杆杆。我想起来了，一开始那个不是会要你打一些字吗？对不对？那他有问你说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？那我就写了杆杆。我就想说，哎，那个从头到尾都没用到，哎，到底什么时候会告诉我用在哪里？原来是用在这个地方啊！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你的不够力！哎，那个爆炸在我家出现莫名的石头，哎，那个爆炸好恐怖哦！对啊，是陨石吗？哎，你们说的有可能哎，天外陨石，我剩两个鱼饵了。那好啦，把这两个放进去，没鱼饵了。我跟马尼的好感度到几哦？你好啊，需要什么？以后我可能会养一些动物，你们现在不就也在养了吗？我一直哦，两颗了，跟马尼有两颗，三颗就可以进去，哎，可以进去了，两颗就可以进去了。镇长连内裤，我帮你拿到了。镇长的幸运内裤，你在这，你在这。哎，找到你的紫色内裤，你哪里找到的？哦，哦，嘿嘿嘿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跑到那。嗯嗯，你这件事情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还有现场的所有观众知道，你懂了吗？这个件事情只有三个人知道。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现场还有很多人知，那就不止三个啦。完成了啦，超好笑的你。哎，这里又有东西可以挖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感觉就是要捡起来的东西。一颗铜不要了，古物哎，死前首斧，好像很厉害。我觉得我应该先捐啊，不要再挖了。这里可不可以直接卖掉啊？不行，没有办法拖上去。哎，这里有电池哎，这里有电池，我好想买哦。可恶！你不要走哦，等我哦。我有要买哦，电池我有要买哦，我还要买两三颗哦。等我一下哦。你们几点收摊？我有点紧张哎。九点，
九点收摊，晚上九点，来不及了，还是八点收摊？哎，有剧情！我跟屌屌男的剧情已经很晚了啊，谢恩，可以不要吗？来点凉的，拜托！现在冬天，你有病哦！你有病哦！来点凉的，还下雪，你有病哦！哎，生活啊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无论做什么都会失败，你这个 loser！ 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没有这种感觉，好不好？你这个 loser， 你就好像陷入痛苦的深渊，无法自拔，看不到一点光芒。我感觉不管我多努力，我都无法从洞里爬出来。失败者就是喜欢讲这种言论，我听不下去了，请再努力一点好吗？为何不做到最好？ Nothing。 喝得挺痛快的嘛，是我欣赏的汉子，可以不要吗？不过别上瘾，你还有大好年华呢。哎呦呦呦，我发漏了是不是啊？我的肝已经得我发警报了，就这么晚安了，回头见武秋风。八七什么？我现在全身发烫了，你看看看，还闪着这种 buff， 这是什么东西？灼热 buff， 这个是什么？速度减一。哎，都收摊了！不要走，等你。哎，有剧情！凯尔，凯尔，我跟你说多少次，我不想回城里，别再打电话给我了，我再也不想听到你的声音了。海莉，哎，不是莉亚，你怎么了？武秋风，被我听见了，被我听见了。我猜你是听到我对着电话大喊大叫，对不对？是啊，被我听见了。那是我的前男友。我最好还是稍微跟你说说吧。我已经结婚了，不好意思。我们一起在城里租了一间公寓，我白天要打零工，晚上则要通宵制作艺术品，我们的收入只能勉强度日。他一直在唠叨我，要我回学校，或是去学习商业或是医学，那都是要赚钱的行当。我觉得一般人的生活方法，你知道的，就是在郊区买房子、生孩子、开什么开家长会之类的。哦，都市人嘛，我以前也是都市人呢。没有，我没有打算过这种生活，吴秋风，我非离开不可，所以我才到这追寻艺术家的梦想。我是不是太自私了，吴秋风？不，你只是做了你必须做的事情。不。是你前任太蠢了，不，但你其实应该待在城里，对，就这么一点，对，但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要选第一个，你只是做了你必须做的事情。你说的对，我在那里也不会开心的。我们两个来说都比较好，哎，这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比较好。趁我们还年轻，还有办法改变这段，改变的时候结束这段难以维系的感情。总之，我一直在考虑你说的开艺术展的事情，制作了几尊新的雕像，在艺术展上展出，我很紧张，但展示自己的作品想法让我兴奋不已。你知道，
你能和我一起努力，努力把新入股变成首屈一指的艺术圣地五秋风。可是我不是搞艺术的、啊，可是我没有搞艺术哎。好了，送你一颗钻石啊！你好，礼物真不错，谢谢你。希望这一颗钻石能改善你拮据的生活环境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写信给你很有趣，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写。我附上了小礼物，别告诉别人，这是我在科尔玛超市搞来的谢恩，好恐怖哦！什么爆炒青椒？我最讨厌吃青椒了，卖掉，卖掉，我最讨厌吃青椒了。